4月13日，网络起关注行动2009启动礼今日举行，先期当场与学生们畅谈上网的乐趣。大家就一齐支持呢个行动，同埋踊跃参与大会嚟紧举办嘅各种唔同活动。启动仪式啊！咁请各位嘉宾到台下就座。咁啊，麻烦郑安琪小姐、邓淑玲博士同埋黄丽芬女士留步。有传西安棋从头到脚都是人工制造，对此西安棋表示已经不想再多加回应，自己显得好看是化妆和运动互相配合的结果，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做无谓的猜测。这是我的化妆师吧，因为他我换了化妆师之后呢，很多人都说我漂亮了，然后就因为最近都很积极的去准备演唱会，所以体型都有一些改善。现在大家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漂亮，也希望大家不要猜测太多了，都是化妆多方面的配合。